有一句台语叫做“压着灵，压着形”，人去帮神明完成神明想要完成的，神明也保佑人。我从习武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8年的历程。我的头目妈妈就是有感受到这个巫师面临失传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主动帮我报名，也不问我的意愿有没有，所以我就参与这个巫师的研究课程。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他一直认为我相信祖灵的存在，但是成为巫师并不是我的志愿。那到后面可能是一路上的机缘。你们都知道自己各使其职，因为巫师的职责其实在记忆部分，就像我们现在今天所执行的都是小米碎石记忆，集体性的，就是整个部落的巫师要一起完成。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照顾部落族人，就像我们讲的最近常谈的很夯的一点，就是心理疗愈，乱七杂八啊，疑难杂症，譬如说他的梦境一直乱七八糟，或者家里一直碰到不顺的事情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家里购买新车、购买新房、新屋啊，这些都需要啊，很广，所以要预约制。你现在问我你会不会后悔，我不后悔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很多了，头目当家起来就是不得不上路，等上路之后原来发现自己已经在路上。想办法就是整个人就是慢慢慢慢的释怀，一方面用科学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化能够记录下来，所以那我目前也就是攻读博士班。生理附体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是我们同时 touch 同时产生，我前面一定有很冗长的仪式迎神，但是会不会入神附体我们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预期之外啦。就像刚才入神附体，那个是不确定性，那神领进来的不会很长，不会很多，但是那种固定性，有家人需要召回已故的亲人，那个时候进来的附体的人大概10个到12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要去做，我是这个样子的招魂。那时候全身是做完之后是没有力，然后甚至头痛，甚至要修复的时间是比较久，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责任跟压力啊，啊只有自己概括承受。好肉，5、4、3、2。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做记录，所谓的记录就是说我们虔诚啊，就是拍摄白沙屯妈祖进香过程当中，妈祖跟信徒之间所衍生出来的很多的故事，我们都把它完整的拍摄下来。妈祖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网红。那尊妈祖啊，假如有人要那个的话，被刷多囊，你不要以为他们是真卡郎派给来，被变西变喵。因为时代在改变嘛，都是用网络平台在观看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啊，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这样的主力就转变到这个网络上去，所以才会创立了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这样子。4年前我们遇到瓶颈，进香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出现了好几次状况，就是断讯。白沙屯妈祖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妈祖带路行踪飘忽不定，没有办法预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安排这个补充信号的点，你懂意思吧？
妈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走很快，突然间左转右转走田埂路，走到很偏远的地方，可能下了河床去，那个地方绝对是不会有信号的。麦家朝圣也好，还有现在所谓的这个奥运的，它是属于移动式的转播，所以我们必须投入一大笔很昂贵的设备，顶端就是现在所谓电视台在用了，就比如说我们国外的什么 CNN 的这种顶尖的电视台，他们用的设备，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要不然你过不了关。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有更多的利益，妈祖的力量是不是也会被比较不好的形象所影响呢？天宫即发声明说这是伪造文书，没有贩售任何金币，也没有授权联名。不好心意的人会在外面放谣言说我们就是用妈祖的名义在敛财，我如果做得不好，妈祖会处理我。二十几年来义务的就是花钱一直帮妈祖做一些传扬，这个都是要花钱的。那还好，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的网络电视台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在直播当中有一些信徒他会抖内给我们的，然后呢，因为这个点阅率的关系，我们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你说你要有没有办法 cover 说常年的网络电视台整体的常年开销，它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要随着时代，不能被淘汰掉，真的开销太大了。像这个你看，我们摄影棚、导播室还有器材室，我们有四台冷气常年365天不能关的，这些都是长时间的一个开销。那比如说回来教育训练啊、上课啊，这些其实都要花钱。到外面休息，准备午休。先用水。刘老师他就是参加了白沙土妈祖徒步进香之后，他就发现说这顶神轿太神奇了。 related 到就是他在美国加州 follow leader 的训练，甚至比他在受格斯训练的时候那个在最前面作为一个 leader 的那个 leader 还要再更神。当然他就是神，然后慢慢的就有很多的艺文界的人士，大家就是慢慢的就去参加这个白沙土妈祖徒步进香。台北，阮的训练作者，这戏剧的训练的诶物件，啊，阮的系统就是葛头夫斯基，我会作操的，操到要死要命，结果我去惊妈祖，我比这个我操。徒步进香的过程中，完完全全的就是把人的日常生活的惯性，跟认知上的惯性，全部都打碎了。头七祖，阮上重要的就是伫个做妈祖的迄个前锋官啦，啊，就是要甲大家通知讲妈祖来啊，啊，甲回来的时阵，伫个北港挂香开会的时阵，爱保护迄个香搭回来。百外年、一两百年来，拢是用安尼安全的头七祖啊，拢有这个职务，就是甲安全的保护甲咱入庙。我自己可能也不是非常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但是又可以感觉到的是很强烈的一种吸引力，我就成为跟着那个大轿旁边的那个罗绳，放空自己，然后让妈祖神轿的那个能量跟意念带着你去打轮，然后你让自己就是跟那顶神轿是合一的。许在体力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你在那个状态里，其实你不会觉得辛苦。我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妈祖活动是我认同那个活动，认同那一只尊神明。你去面对了你自己，或者自我奉献。沿路都是吃的，都是信徒的爱心，每一个人都拿出自己最良善的一种力量，那是不是形成一个超大的一个集体治疗的场域？妈祖好像是一个妈妈一样，但是她同时对我来说，她更像是一个导师。跟你心中的神，跟你心中的神性和外在的这个粉红超跑这个神性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中，你更看见自己，看见你自己还未达到的地方，还需要修炼的地方，是不是？你就成为一个更贴近自己、更诚实的一个人。大家好，我是罗美苏，
我来过来智利，过来台湾好几年，现在35年左右。我在过这个晚安宫拜我们的神明福顺将军，台语要下空，我很高兴在这里。我一个人每天都来看庙，地数每天都要千里干亲，有人拜拜要聊天啊，如果没有人我来肚地避难服用布啊，还有金刷，我这个工作很多，什么时候这个老人先生不舒服，我赶过我来帮忙打扫干啊，避难，然后拿给他们微笑公布啊，还有避难服啊，跟村民帮忙把用布比 OK 啦，抚顺相信帮忙布比避难慢慢 OK 啦，没问题啦。啊，我们过年大家都换新的避难服啊，嘛这个奥托拜啊、开锁啊，还有用人背包里面把那这个避难服、生命会保用薄笔啊。过来，有先生看我说，你是不是台湾的人？你是外国人？我说有，我是外国人。然后他说，啊，你在这里干嘛？我说我是有薄啊。然后他吓到啊，他说你是有薄啊？他说我听到你们。国外外国人大家拢爱拜耶稣拜玛利亚，我就说我跟你讲，我们国外台湾的人、日本的人都美国人、美国国家都拜不一样的神明，抚顺相信马索伯大师啊，什么神明都一样会帮忙保佑，拜什么神明一样的意思，大家都拜帮忙保庇、保庇平安。信者恒信的啊，不信者很不信。那叫民主社会，假借神的名义的，就是一定会有。那你说他是不是神棍？每个人都可以去面对他。信仰它就是一个心灵的依靠，我们绝对不迷信。很坚信的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仰哪一个宗教，对你的心理疗愈都是好的，所以不用刻意太强调自己的角色。所以平常我就是一般人啊，也是孩子的妈妈，那只是仪式的时候我的角色会变不一样。人可以不要有宗教，那些每一家人都是哲学家，就不需要有宗教。先生说了啦，我动不掉，我会不舒服，我会哭，我不知道怎么办。神明他帮忙我很多啊。不要不相信，他不存在，他不够灵验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多人一直进来，一直来跟他结缘。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需要信仰？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他自己孕育他出生长大的这块土地，他本来就是需要跟他对话。啊，这就是这种精神，就是台湾人的一种精神啊。